人不狠，站不稳，真正的狠人往往有以下三个特征，就算有一个也要恭喜你了。第一个特征，有志存高远的强烈野心。狼道中说，野心有多大，狼的脚步就能走多远。真正的狠人必然也有着志存高远的强烈野心，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拼尽全力，努力到无能为力，拼搏到感动自己，绝不会甘于平庸，待在舒适区里只求个温饱。第二个特征，有无畏无惧的必胜信念。狼似乎天生就有着一种超强的自信，从不知畏惧为何物，心里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念。真正的狠人也一定是有着强大自信心和必胜信念的。比起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他们更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事在人为，靠自己的努力将成功和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第三个特征，有永不服输的坚韧斗志。狼道中有一段狼的自述，假如挫折逆境和失败不可避免，那就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真正的狠人肯定也是有着愈挫愈勇，屡败屡战，永不服输的坚韧斗志，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都不会自己倒下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不会选择投降，无论遭遇怎样的挫败都不会放弃。